就要完结啊，假屁屁的，真的很有个人原则，要相信我们的幕僚，而且要这个言之有物了，一字之差哈、哦。好来啊，第三题，第三题照样是这个啊，影片题，来我们来看影片。自无名氏配名刀，不管是小李飞刀、倚天剑、屠龙刀，还是风流断剑、小小刀，反正闯荡江湖啊，靠的就是男人的那一把刀。那现代人想要笑傲江湖呢，就得要靠士林名刀啦。所有老士林人都知道，大北街郭和记老铺才是政治标记啦。从清同治年间到现在，已经历经有五代了，有120多年的历史。从早期名称茄饼竹叶刀，到八只蓝刀，再到现在的士林刀，光是名字呢就换了三种啦。啊，名气大没有用，刀利不利才是重点。你讲对来讲不好，也来有来无来吼，也看看看他们安尼大块会掉的。刀呐，大他们啊，大不了啦，溜落去刀吼，你会酸啊落也无较济，伊更是无命啊。你莫莫话啦，刀有来无来吼，你啊看他们去搞的。嗯。这头刀会夹他们，啊，这喙手落手的，落手的。嗯嗯嗯。喙手剃啊，无喙手啊，对嘛？就喙手头个。从破竹子到刮胡子，这把无所不利的刀呢，一路从八只蓝红到了东瀛，在日本得了无数的奖项。来介绍，这支是树林刀啊，是较早是叫做八珍啊刀啊，现在叫做树林刀啊。还过一项，啊，观众朋友去猜，这项物件是啥物物啊？是你恰碰西用的，还是啥物用的？好啊，以上这个影片呢纯属表演啊，各位委员回去不要像学习哈、啊，太危险了。好，来，请作答。说到这个士林名刀啊，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士林名刀其实呢又叫做这个茄柄竹叶刀，因为它的柄身的部分很像竹叶，好，那它的这个刀子的刀身的部分很像啊，不，柄身的地方很像这个茄子，刀子的部分呢很像竹叶，所以叫茄柄竹叶刀。这个我们的委员好像一看了就知道要怎么用了。可是徐委员好像摇摇头，其实这个东西呢跟女生有点关系，女生比较常用。是啊，这是女生要用来割碗用的，不是？是啊。好来啊，我们时间到，请先是答案牌。好，李委员的答案是修指甲，修指甲刀。罗委员答案还没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先看一下徐委员的答案。答案是修指甲。好，我们罗委员的答案也好了，他的答案是修指甲缝。多了一个缝，哦，旁边的那个肉啊，是不是？我们来看答案是什么，来，请看影片。这个是你黑肩胛的垃圾。我挖出去啊，脏东西出来。好来啊，三位委员各加10分啊。15分，猪羊变色马上来。哦，猪羊变色，你躺几多公啊？躺要新牛林的对吧？对了，都不求分吗？还是要多少要一点呐、啊。好，来我们的下一题。来，我们看第四题，第四题是我们的这个现场题啊。这里看看咱的这个立法委员的艺术天分怎么样？来，有请这个拉胚的师傅。师傅，您贵姓？翁，不倒翁的翁。翁先生，是。嘿，请问您做这个行业有多久了？30几年。30几年呐、啊，哇，那你现在才40几岁？40几岁。对对对。请问一下，这都是什么样的材料？我现在这个是瓷土。瓷土。瓷土烧出来是白色的。白色的，哦，不同的土烧出来不同的颜色。对。可不可以帮我们现场的来示范一下？好，我做简单几个小东西。啊，好。好，来，我们老师呢已经要开始做了，我们先请三位啊委员呢一起出来看一看啊，等一下要来让三位委员也来跟他们做的啊差不多一样哈。看起来好像非常的简单。不过这个啊，等一下要做的时候，三位委员同时有太太来的时候也可以哈、啊，太太来的时候可以表演第六感生死恋啊，太太坐在前面，委员在后面给他环抱起来。哦，你看马上就一个碗了哦。哇，漂亮！这是不是如果做坏的话可以重来？对，土可以再揉一揉，重来。要注意看这个师傅的这个手腕哈、哦。接下来做导游迪亚，行不行？好、哦，这个博亚啊、哦。哦，非常漂亮。这是用脚去控制这个转盘速度，是不是？对。OK， 后来。取土。没有。是儿子取土。
对，先坐下。儿子也来示范一下。儿子现在几岁？13岁。那个现在就是把一块土哈、拍好，然后放在那个圈圈上面。转盘上面有圈圈哈，比一下圈圈。好，放上去。好，两个手，好，固定的哈，固定定点一直拍，然后轻，慢慢的旋转哈，慢慢的旋转。好，两个手沾湿哈，然后现在先试一下脚的那个转盘的速度，示范一下脚的速度，往前踩很快哈，往后踩比较慢。我们大概是用前面1/3的速度，好，来一点点。好好好，两个手固定放好哈，手肘哈，从最尖的高的地方慢慢往下压。手肘要依靠好哈，哎，就跟个大腿顶头哈，好，再缩小一点点，好，这是大致上做的一个做法。挖洞的哈，拇指挖洞，拇指在中间挖洞，勾起来挖洞，挖洞，然后沾水进去，来舀水，对，滴进去，对，滴进去，好，往下压，做一个碗弓哈，做大的哈，往下压。对，往下压，啊，慢慢的，对，这个是一个最基本初学者哈、可以马上可以体会到，可以马上做到一件这个，比较简单的一个线条的东西哈、对，也是一个13岁的儿童就可以做的。委员，你已经听到了，13岁儿童可以做的啊。好，来，我们先看这边，这边是我们这个我们的翁老师的作品啊，各位委员。哦、我们现在出的题目就是希望你们做出啊，不是没有做出像这样，不要害怕。哎，我们就做出以这个学者为标准，我们请3位委员一起来做。不过呢，啊，如果夫人愿意一起来参与的话，允许一名的幕僚来一起协助。好，我们请3位委员开始做。好，来啊，我们呢计时5分钟啊，我们让3位委员开始来做一个啊，做完做好他们作品以后，我们请老师呢他来做评分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会儿，马上回来。我们在看到这个3位委员的这个作品呢，全部都已经摆在这个前方了哈。首先啊，我们先来问呢、我们的这个李委员啊，李委员，你做的那一个是什么用途哈、我这个作品哈、可以说是刚刚几分钟前啊，得到翁老师的真传呐、是这个作品啊，它的名称叫做现代三用，这个盘啊，现代三用盘。哦，现代三用盘。早上做什么用？早上做泡茶的时候的茶海。哦，茶海用。晚上干什么用呢？晚上当喝酒的这个酒碗。哦，喝酒。中午不能让它闲着啊，中午还可以当碗公底饭哦，兼煮汤哦，底汤。对。你还少了一样，我还有一样。半夜可以当尿壶。他说是你的学生，得了你的真传。老师，你敢承认吗？真的说，在这么几秒钟之内的这讯息传达，能够有这样的表现的话，实在是也很难得了。老师好，老师好，老师好。对，對完全吸收了啦。哎哎哎哎。老师，那你要给几分呢？这个是及格，10分跟6分。所以您觉得他是只是及格，那就给6分就对了。六分。好，李委员加6分。6分。来，我们紧接着看我们这个罗委员啊，罗委员，你这个也是多功能的尿壶吗？不是吧？啊，我想因为从小、父亲呢、就希望我当医生，那我2次都没有考上，那一直是当医生这个，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中药啊或者西药那个磨的药了、所以一直这个好像都在观念上，所以这个今天老师的教导，我就想着就会用这个方式比较，因为经常在想这个东西啊，做起来就比较容易，是这样的。好，那那嘉蒙老师他的这个作品你的评价怎么样？因为这个作品他这个我们看他最大跟最小的比例，这个就是一个困难度了，这个是一个困难度，就是一个旷世绝作就对了。他的比例哈，他的很悬殊，这个给8分，哦，给8分，谢谢。
好，来啊，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这个徐委员。徐委员，你做这个浅盘子一个啊，这是什么样的用途呢？这个没有时空的限制，什么时候放在什么地方就做什么用啊。但是因为这个比较浅一点呢、啊，所以那个最脏的那个用途以外，其他都可以用。来啊，老师，你过来做平安了、哦。徐委员，这个盘子它这个角度棱角有棱有角，嗯，但是以困难度来讲的话，也底部的宽度蛮宽的。这是很稳的一个型，嗯，很稳的一个型。是那个，所以就是在这个两个的中间，嗯，七分，啊，七分。哎、谢谢师傅，谢谢师傅。好啊，我们谢谢我们的这个啊师傅。不过我看到这个徐做这个东西真的很像盘呐、啊、盘子。但是呢，说到这个呢，我觉得，嗯，刚刚李委员，嗯，间谍情深呐、啊，表现出。非常的爱间谍情深，什么间谍？那个鸟啊，就是两个夫妻情深的意思啊、哦，对不对？那个夫妻，那个李夫人跟我们委员呢，两个人合唱《第六感生死恋》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加十分呢，对不对？委员，你觉得怎么样？玉芳终于说出真心话、哦，真的，你太让我崇拜了。三个委员，我跟渔夫交情最好，嗯、真的，他对我最刻薄。从一开始啊，加分我好高兴啊，那结果一直加一直高了。是，不过这是你。你这位同学告诉我说要跟你报仇的，私底下买通的，但是看在我们李夫人面上，我们就给您加十分。来，第六题啊，这个是棒球题。嗯，在威廉波特举办的这个世界少棒锦标赛，我们到现在已经呢有50年的历史了。那么台湾一共参加了21次，请问这个21次当中呢，我们有几次得过冠军？请作答。有问题可以打电话暗示，你们可以打电话给棒协啦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这个台湾要参加威廉波特之前呢，必须要先取得远东区少棒赛。嗯，所以远东区少棒赛很辛苦的，你要打赢8个队伍才能得到冠军，之后才能参加这个威廉波特。对，而且台湾呢，在这个威廉波特里面战绩平平，非常的好。嗯，所以这个美国人后来了 keep 一名。对，有人就冠军得太多了。对啊，人家就不高兴，眼红了嘛。对，好来。我们时间到，请先是答案板。好，我们先来看李委员的答案是19次，罗委员的答案是14次，徐委员的答案是17次，到底哪一次才是正确的呢？我们找到一位这个大名鼎鼎的人，啊，而且是非常权威的人。对，是我们三立一台的总监。总监耶，他说的话是可信度超高的。而且他是棒协的顾问。好。好，我们请他来告诉我们答案是什么。说起我们中华少棒队，真是神勇无比啊！民国58年，金龙少棒队横扫对手，夺得世界棒球冠军以来，总共参加了21次的世界的少棒赛，在威廉波特举行。威廉波特英文叫 William Sport， Thank you very much。这当中21次，除了有59年的嘉义这个七虎队，还有71年的嘉义埔子队，而且今年你能打一啊，而且哈。78年的高雄市港都队以及83年的台南市丽人队，这4次没有夺得冠军以外，其他通通是报得世界少棒赛的冠军。21减4，那就是17次的冠军。你答对了没有？17次。啊，这个徐委员比你当选台南市长还高兴哦。这个不，这不是谁问啊，所以有点侥幸。潘神，潘神，幕僚记忆力太好了。徐委员加10分。好来啊，这一题呢是观众题啊，考验我们这个委员的这个啊幽默啊。来，我们观众题，请问现场来宾哪一位要发问？这位年轻的小同学们啊，你有什么样的问题要问我们三位委员？听说有位委员啊，他是朱新宇先生啊，他每次到那个丧礼的场地之后，他都一定会很用力、很用心的去哭啊。哎呀，不管就是不管他跟那个丧事的主人是，不是不是这样子而已，我知道他还一进门就跪了，就一直跪到了里面去。我是看电视上这样子啊，他就是不管他是认识很亲密啊，还是很疏远，他是都是一样的表达方法。然后请问各位委员，他们如果主委员排在你前面的话，你会怎么办？好，现在请三位委员把你的答案写出来。每次我们的观众题呢，观众朋友们都出一些让这个委员们觉得非常尴尬的问题。对，不过像这种啊，像丧礼啊、婚礼啊，像朱新宇委员这样子跪着哦，这个是真的会拿到票的、哦。
因为现场的观礼的人很多，对，而且商家会觉得很感动。不过按照这个朱委员的这个解释，我有一次听他讲，他说因为他这个从小就没有父母，所以呢，他看到人家这个父母亲啊过世了，或者亲人过世，他就觉得感同身受，非常心痛。但是他因为他这样子嘛，后面的人不晓得怎么做才好，这有点困难啊，这也是造成别人一种困难。好啊，我们这个委员三位委员啊，大概答案都已经写好了。好啊，时间到，请先是答案板。好，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徐委员的答案，他答案写仍然以严肃沉静的常理以待。罗文答案，扶起来，告诉他节哀顺变，为国珍重啊！扶谁啊？扶那个委员，扶那个。跪下去，马上这个，我想这个告别式啊，是一个比较庄严的啊。当然，国会议员应该有国会议员的格调形象、啊，不能说啊，这个，而且这个，我想不是，等一下，罗委员，你也是高雄市嘛？对对对，你有没有碰过真的碰过朱新宇？朱新宇，不要他连他的助理也是这个方式。哦，对，连他的助理这样。他现在当选议员、啊，幕僚实在是太辛苦了。他那个当选现在就你的一个当选议员。那、你有没有排过在他的后面过？没有，我就听说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李委员的答案是接下麦克风，用肺腑之言向商家致意。OK， 好啊，我们非常谢谢啊，这个李委员。好，谢谢。好来啊、这一题基本上是创意题，各给十分。其实每一位委员的创意都非常的好。好来啊，现在已经到了这个生死交关，那一题就是猪羊变色题了。好来，这一题是三位都会听得懂台语了哈。台语。好来，这台语题啊，台语的这个歇后语。来，台语歇后语，大天下晡天乌乌又。要猜啦，六种动物哪六种？请作答。热天下晡天乌乌，下一句是什么呢？那一句歇后语呢，就代表了六种动物。我想这样的暗示应该非常明显了。对，这个我们这个台湾先民呢，他们呢跟这个天气非常有关系。那么他们对这个天气用语有很多很不一样的。对，我每一次呢在节目中呢都会考考渔夫大哥。那我今天也来考考你关于这个天气的用语，台语的说法有点不一样的地方。好，比如说像龙卷风啊，龙卷风台语要怎么说呢？咖喱红。哦，咖喱红，哎，答对了。那彩虹呢？总没有了吧？天。啊，天。哦，念天啊，我第一次听到。天啊。天啊，天很轻的吗？天。那如果说是这个起雾的时候，大风。大风。大风。那我们常常听到这个气象播报小姐，她就说。晴时多云偶阵雨，这句话怎么翻成台语？你不会了吧？晴时多云凹景路啊，不是这样子吧？你看对了就不会了，对不对 ？OK， 好，我们的时间到啊，我们现在请三位也揭示答案板。因为答案写向马路施暴虎。那我们先跳过去，罗委员，我们再看一下徐委员的答案是向马路施暴虎，但是罗委员你可不能。按照两位的喽，后把塞枪了，啊个龙啊个咩啊，后把塞枪，龙啊个咩，龙啊个咩，哦，落天下晡啊，天乌乌，到下边一句啥？亲像要落西北风。对啊，就是无，像要落西北风。像要落西北风，所以答案就是向马路施暴虎。虽然在台湾为共感下是真正真有啊，真心笑。OK 啊，这个三位委员全部都已经把这个答案答完了，我们休息一会儿以后马上回来颁奖。好啊，经过这个一场激烈的厮杀，终于要宣布谁得奖了。是。三位都得奖、三位都得奖啊！不过呢，三位得奖了，各有他们的这个神通啊。首先，我们来颁奖，颁给我们的许天才委员，来有请许委员。许委员，来，我们颁给我们这个今天的这个啊，许委员呢是台湾通。这样子奥斯卡金像奖，来啊，告诉我们怎么样爱台湾。这个很高兴得到义务奖，这是义务创造的。好、还有李小姐、李小姐，谢谢。好，我想台湾目前啊，正处一个十字路口，
就是进步与退步哈，然后生存哈与这个灭亡哈，说严重是这样啊，所以台湾本身在国际上要有特色，那你要特色而且要强啊，所以台湾必须小而强而美。那么如何强而美啊？那这种特色里面，我们的历史文化目前是最脆弱一环，所以如何把它复兴啊？然后这个从经济的发展上面，目前我们已经啊落慢慢的在速度上啊落后于其他后进国家，这是一个危机啊，所以如何振兴经济也非常重要。那么政治上比较没有问题，只要大家啊这个私心把它放掉的话，因为我们真正已经走上民主化，民主化由大家坦然相见啊，那以诚布公，自然就会这个有美好的自治来规划我们走向这个民主自由，所以政治上比较没有问题，只是政治人类的私心要放掉啊，然后大家全民一致的来追求经济成长与文化复兴。谢谢。好啊，谢谢徐委员。谢谢。最佳台湾通。来啊，我们请徐委员先回座，谢谢谢谢。来啊，我们再来颁给我们的啊，旗子要颁给我们罗委员，罗传进罗委员。我们颁给我们这个罗委员呢是最佳问政通。这罗委员，我发现哦，真的是很幽默。你把这个朱心怡啊，说把他叫他起来，这个其实还顺便啊，真的是不值啊。你今天来参加这个节目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蛮有创意的，尤其叫啊以往这种方式这样，我想对整个。不但问政也可以提升，我想老百姓来参与，我想所以整个这个节目我是蛮认为蛮给予肯定啊，是希望能够著作单位啊能够多办，把这个几个嘛带升我们这个所谓的政治的一个来提升。是，那最后再给罗委员再加10分啊，不有没有了，还有呢。谢谢，好啊，我们谢谢罗委员，谢谢。最佳问政通，谢谢。那再过来呢，我们颁发给我们的李委员，要颁发的是最佳地理通。好，那给你他的比较另外什么这个第六感素食链哦，先拿哦，先因为先参加这个节目，你的感觉怎么样？我有几个想法啦吼，第一个想法就是讲咱这个节目吼。也当恭喜跨越党派的这个节目，应该讲吼，爱学习，爱学两项物件，吼，咱台湾人未来若要当好，爱学两项物件。第一项咧，就是爱学渔夫啦，啊，爱学伊安怎咧？学伊吼跨越党派吼，创造台湾的共识。再加100分啊！哦，再学渔夫，再一个奖拿来。第二爱学吼，爱学专业啊。学专业啥物呢？学专业啊，啊，知影通量啦，互相爱知影通量。是。啊，专业啊，啊，咱的助理群吼，啊，咱的今仔拉拉队，其实拢是我地方的秘书团，啊，都不是人头，这个是真的是地方的工作人员嘛。哦，爱因啊来吼、啊、提供的，不管正确与否哈、啊，啊，我想误差都是有限的、啊，但是我们还是有我们的原则的哈，目的就是讲啊。啊，伫啊君子之争了吼，咱大家当商量啊，当尊重这个结果吼，所以爱学两个东西，一个是学超越党派的利益，第二的是要学互相礼让，吼、哦，安尼台湾都唔忙啦。好啊，谢谢李委员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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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合作啊，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，在这里面我们学到了，比如说啊，我们知道这个马街哈、啊、博士街医馆哦，原来是叫街医馆，还有我们台湾人呢，早期对这个天气的用词，对什么 king 啊、大翁啊，还比如说知道士兰的名刀叫八支兰刀啦，就学到了非常多的资讯，而且让我们知道，就是说晚来台风的台，就是这台湾的本岛的人所发明的，台语来耶，对，已经变成国际通用的语言，是 OK， 好，非常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大家的台湾。好，我们现在请委员呐，我们再来握手。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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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